Hi, hello everybody. My name is James Guo. I came from H3C. Today we'll talk about Keystone as an authentication center for Kubernetes and OpenStack. I choose to speak in Chinese because I think my PPT is readable for guys from other country. So for guys from other country, I think you can get much information from my PPT as I speak in English. For Chinese, I can explain it deeply in Chinese. So I can talk beyond the PPT. Okay. We'll look at a basic架构, that is, in OpenStack, there will be a component, that is Keystone, to do user authentication. But when we provide a云服务的时候，我们往往是把我们的云主机、还有裸金属以及容器，把它整合起来当做一个服务对外提供。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就是用一套统一的用户系统、租户系统以及认证系统来对外提供服务。那 那我们知道 Kubernetes 它自身是不带有用户系统、然后租户系统以及认证系统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想法，我们能不能够把 Kubernetes 然后还有 OpenStack 它的用户系统、租户系统以及认证系统把它整合起来呢？我今天要讲的话题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就是把这两者进行统一的起来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最基础的一个架构。我们看到最 最底层呢是一个 OpenStack 的一个 Keystone，然后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分装 ，Keystone 这边需要进行一些分装，因为我们知道，虽然说 Keystone 它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作为一个你要把它作为一个产品，就是说真正在生产环境中间作为一个用户系统对外提供服务，实际上还是有些工作要去做的。那对这一层的增强层上面呢，暴露了两个接口，一个是原生的一个 Keystone 的一个接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分装了以后呢，就是说。 为我们的 portal 专用的接口，为什么要为我们的 portal 再提供一个专用的接口呢？这是一个前后台一个分离的一种架构，就是我们的 portal 呢，就是我们尽量让我们的 portal 在页面上一次点击的时候呢，它对应的操作是只有一个，这样的话往往就是我们的 portal 呢，如果去掉 Keystone 的话呢，它的对于 portal 它的负担可能会比较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再进行分装一层在这一层啊，再往上就是我们的那个一个 portal 了，这个 portal 就包括我们的用户系统的一个 portal 以及 我们云服务的一些 portal 这是一个脚本，就是说通过命令行来执行的一个脚本层。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右侧，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一些提供虚拟化服务的，那肯定是用那个 Nova 来实现的。还有提供容器服务的，是用那个 K8S 来实现的。那基本的一个用户的一个调用流程呢，它首先呢它有一个登录的一个动作，登录的动作呢它发送用户密码之后呢。 到 Keystone 的分装层，然后再发给下面的 Keystone， 然后这个时候呢获取到一个 token， 获取完一个 token 之后呢，接下来呢通过 portal 呢去调用这些 service， 无论是说虚拟机的 service 还是说容器的 service， 调用完以后呢，这些那个 Nova 这一块我们就不用说了，就是一个标准的 OpenStack 流程。如果说是对于那个 Kubernetes来说呢，它可以把这个 token 呢，然后再发到 Keystone 这边来进行一个校验。 我们知道这个校验呢，实际上是原生的 K8S 它是不支持的。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利用到 binary token 这个特性，然后再加上自己写的一个 webhook 这个特性。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可以实现这个联动的过程的。那整个联动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大家可能还有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说这是对于那个Kubernetes 这么做的。那如果是对于 OpenShift 来怎么做呢？对，如果对于 OpenShift 的话，实际上过程会有些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对于 OpenShift 的话呢，它并不接收到。 它并不能够接收到这个外部的一个 token 作为它的一个输入，它实际上是自己有一个 host 的一个 token， 它自己的体系的，所以在那里面实现会更为复杂一些。如果对于 OpenShift 的话，我们接下来看，不是，还有一点忘记介绍了。那刚才我画的这张图呢，实际上是一个没有 SSO 以及没有 gateway 的一种模型。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了，也就是说，对于 Keystone 呢，需要做一些增强。我们看一下 Keystone 需要做哪些增强呢？首先一个就是说，密码安全的策略。这些安全策略就包括你最小的用户名密的
那个密码的一个长度，还有密码的一个复杂性。虽然说 Keystone 呢，它已经就是说在它配置文件里面已经可以这么来实，已经可以做这些实现了，但是呢，它实际上在 API 层面是没有暴露出来的。那你做一个用当一个管理员需要去更改它的这些密码策略的时候，是需要提供 API 给那个 portal 来地上调用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密码的有效期以及说那个登录次数的那个登录失败次数的控制，还有密码的就是那个有要过期的时候的提醒啊，这些都需要做。还有一个功能要增强，就是说访问的策略，就包括控制 IP 地址段来对我们这个云的系统进行访问，还有控制就是说在某个时间段是不允许访问的，有些时间段是允许进行访问的。还有就是说那个 session 的 idle timeout， 这个也是需要增强的。还有一点就是 log 的一些 policy， 就包括那个图片的校验码，这部分 Keystone 自己是没有的，我们需要在上层进行一个分装来提供这个功能。实际上除了这个图片校验码之外呢，那个多原子认证的话呢，实际上你在你的增强层也需要做一些工作，因为对于 Keystone 来说呢，它只是提供了一个产生一组数字的功能，它并不能够联动集成到你比如说你发动发送到你的手机，发送到你的邮箱，这部分功能你需要自己来做。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当我们是有 ISO 的情况下面，就是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这个场景呢也比较类似，但唯一的差别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就是在用户的第一次在登录的时候呢，在 Keystone 它并不能够直接去创建出来 token， 而是说它需要经过一次页面的一次跳转了这个 SSO 之后呢，用 SAML 协议或者 OpenID Connect 协议，然后我们把这个 token 获取到，然后接下来再返回给前台那个 portal， 这是唯一的不相同点。实际上 Keystone 除了可以通过页面的跳转去对接第三方的 SSO 之外呢，它实际上对接第三方的系统呢，它还有一些强大的功能，就举例子来说，它也可以对接 LDAP。当它对接 LDAP 的时候呢，是把 LDAP 当做跟它数据库平行的一个后端的一个用户系统来做的。还有 Keystone 呢，同样呢，它也可以去对接 Kerberos， 像Kerberos 在大数据里面就用的比较多了。Kerberos， 然后还有对接 X， 就是说那证书系统它也是可以对接的。对接这些证书系统或者 Kerberos 的时候呢，它实际上是在报文在到达 Keystone 之前，它就也拦截了这个报文，然后去跟外部的 Kerberos 去进行通信。当然这种通信呢跟 ISO 的通信那个它之间有点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呢，当你对接 ISO 的时候呢，是涉及到一次页面的跳转呢。当你对接 Kerberos 或者说对接证书系统的话呢，实际上它是把外部的当做一个 API 进行调用的，这就是唯一的差别。我们再来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我们经常会用到就是说网官网来实现，就是包括云系统也是这样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说如果说具备了网关系统的时候，这个设计上呢会有什么不相同没有？那对接了网关以后呢，我们看到有点不相同，就是说我们第一次在登录的时候呢，我们不是直接portal 不是直接发消息给 Keystone 的增强层，而是说它先会要经过一个 gateway 的一个中间层，然后发给这个 Keystone， 然后获取 token。然后在调用服务的时候呢，这个 portal 调用服务的时候，它也是通过 gateway， 然后 gateway 呢，实际上它会把那 token 呢，它直接会它是首先会去校验一遍的，然后校验完成以后，这个 gateway 然后再去调这个 core service， 然后 core service， 然后实际上它接下来需不需要去再去 check 一遍？其实这是一种变种，实际上这里面就是说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安全性的一个考虑来自己来决定来决定就可以了。在我们看到这里面实际上会有两种变种，有两个方向的变种。第一个变种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当我们内部的这些云服务之间进行互相访问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再增加一个内部的这样一个 gateway？ 这是一种选择。还有一方面的选择就是说，当我们的那个报文经过 gateway 以后，它的 token 是不是要完全卸载掉？就是说完全在这些后端就是之间是完全可信的。这个设计选择呢，这就是完全取决于，就是你对安全方面的一个考虑。我讲的内容就这么多。大家如果有if you have any question，
you can contact me after the speech. Thank you for your time.